我是一个学生球员走过来的，我一直从职业联赛第一年就一直保有这种很高昂的这种热情跟斗志来面对我自己的职业。我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篮球场，没有这个室内篮球场，都是室外的。我记得那时候我都会早上五点起来去玩。对，这个照片一直挂在我家里，挂在我家的我的房间里。我觉得这张照片从拍过之后，我就一直拿它，就是作为我心中就激励我一个图片了。其实对篮球说实话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因为我父亲特别喜欢篮球啊，然后他就一直给我灌输这种思想。应该是在2008年，然后我们去代表福建体工队打青年联赛，然后打在比赛空闲之余，全队是一起去乐山嘛，那是乐山大佛。陈江华二世，近日这些绰号在某些体育网站上成为了热点，而主人公就是目前中国男篮青年队的核心史鸿飞。就整个家族是没有从事体育行业的人，然后我是属于第一个，然后其实我对我整个家族来说也是一个。And you know, I was like 15, 16 years old, and I wanted to win. And I actually won. You know, 还是小时候好啊，没有什么烦恼。那个时候十六七岁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的时光是让我非常怀念的。极个别的球导致这场比赛输了的话，那我肯定也是很失落吧。对，因为大家一场就打得都很好，但是可能因为一两个就是细节没处理好，所以导致这种比赛输了。对，我觉得挺可惜的。也是因为大家打球嘛，都是一个目的嘛，就想赢球嘛，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很容易爆发出来。从外人看会感觉是我们这个球队啊非常不团结啊之类的，更能带动球队这种气氛。太激动了，怎么一激动就哭了呢？一步一步跟自己去做斗争，一步步去克服周围的环境，在这个平台上，是我感觉你只要努力各方面达到这个，这都是你应得的。虽然我伤病确实是脚踝、膝盖都有一些问题，但是我好在我能继续打。这边可能确实是要承担的责任更多一点，确实是教练组包括一些就比较年长的队员都在告诉我们说，就是确实现在球队比较困难，需要我们年轻球员都站出来。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对我们的挑战。我有时候也会跟小黄去聊，他也会帮我去舒缓一点压力，去跟教练聊，去跟我老婆聊，去跟我妈聊，就是他们也会帮助我去走出这种压力，去帮助我要更积极的面对下一场比赛。我倒下了，就算我再次休息一年，我还是能够回到顶点。很多都不能就是去按时的去着觉吧，觉得还是压力非常大。哦，我永远不能再有这个机会，我永远不会是27岁、28岁、29岁。No, if I worried about with how many people on Earth, what 5, 6, 7 billion people, if I worried about what everyone thought about me, it probably would drive me crazy, right? 付出多大代价也行，是大家看到这个伤病包括患外援，但是我们这个野心啊是比这个更夸张更难以去形容的。不管在比赛场上啊生活场上，一定要有要保持一个对自己的一种自信心，然后才能够在比赛中更好去发挥自己。所以希望以球队来说，还是今年是季后赛吧，进季后赛是最大的就现目前的目标，像之前的历史去努力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实现。因为那么多年了，也经历过很多开局不利的情况，然后也会慢慢的去调整吧。觉得我们球队还是会有很大的信心。我只希望能够在下半程有一个健康的球队吧。我觉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当初就是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运动，而不是因为一些别的事情才是爱上这个运动。我觉得真是就是
对篮球更纯粹一些。就是说你在你的领域中你做到了一些什么，你达到了一些什么成就，所以说这就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因。场上想的就是自己多进几个三分球吧，然后在场上多积极点，然后用这些来场上表现来回报给球迷们。我希望能更努力一点吧，还有再把我剩下的十年利用好，抓住现在的一分一秒吧，珍惜现在一分一秒，享受现在一分一秒。希望一年后的余德能够亲吻一下总决赛的地板，经过不管得不得到得不得到冠军。就是我之前承诺的，如果有机会还会帮山东争取一座总冠军，这是我一直的目标。对。